应该呢，自己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先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，好了，该不要讲经济啊？所以它只会显示前一天的东西的样子，今天几号？对啊，只会显示前一天。排满确定 OP 了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哎。老板排满也讲一下啦，哦，目前第一名是小八七，哦，S18。帮我们讲排满啊。然后这个时候也有什么小宠物啊，等等之类的。首先就是，我们一样先让这个酒友弄到 max 好了，因为我也怕我之后打不赢很像天机啊。他说很在玩天机嘛，因为我们最近玩得很凶哎。战斗吧，龙魂，所以。龙魂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系统吧？那我标题就只好讲了。老师给我一下。哎，有没有问题？